么写李永清啊？怎么写李永清啊？你不会写李永清啊？啊，我帮你。下面依次阐述你们的创作理念，然后一起戴上头套，对着镜头摆一个威神威的造型。那就把主角留给我们的下一位。对，天也等了很久了。哎，这个呢是 Hero Mask， 英雄的 mask。哇，我超厉害耶！哇，他后面很帅，我刚看。我的后面，我的是猫啊，好有个性啊！我就得给你鼓掌。这个可以用一下，有，哎，谢谢，这个大师。如果有坏人的话，我可以用我的这个 horn。哇！我觉得我们这个是 acoustic 的，我们不要太快，我觉得。再慢点。所以我们来一起。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个梦想凡事计划还有 Let me love you 一起啪、怎么啪、remix， 可以啪，我想一下啊，我觉得一 verse 要 rap melody， 是什么最勇敢？敢是否不就软？是否无装装？太不小心把房间给撞翻？还是没有降落这世界的顶端 ？OK， 我先找个节奏啊，等会儿我先找一下节奏，就尽量慢点就好，尽量。如果说星星只是原因，理想的软弱只是热情，哪怕我是那种脸上也有笑容。哦，我觉得这样可以。OK。啊，对。好。我们放一个那个 take off 吧。想听 take off？说实话，那个两天跟纯棉练习的时候呢，很累，累是累，但是很轻松，因为我喜欢练习。